马来西亚莲花阿顿问的，尊贵的师尊你好，嗡阿吽，佛安，请示关于修法的问题。弟子常修曼达拉盘供养及烟供法，除了一般的供品之外，请示师尊，供品是否可观想？加阿弥陀佛传授给师尊的七珍八宝皈依术的供养想念法，来变化供养给四圣六凡十法界及冤亲债主、缠身灵、鬼神众，可以吗？他说，除了曼达拉盘的供养及烟供以外，可以不可以这个加上七珍八宝皈依术的供养想念法，来变化供养给四圣六凡十方法界及冤亲债主、缠身灵、鬼神众啊？大家认为如何？请你们提出意见。没有一个人提意见，没有人有意见就是通过。不是通过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没有意见嘛，表示可以啊。如果有意见的话，说他会讲出他的意见，所以可以啊，你要做你就做，何必问？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也是供养法嘛。那你想多加一点，那你就多加一点，可以的，可以变化的。这是回答马来西亚莲花阿顿啊问的问题啊。今天的你问我答太简单了，一下就解决掉了。